对癌症好，防癌的，你是你是。你好，下午的6:36，社长晚餐，台北美食社长晚餐报道啊，在西门町红磡餐厅啊，你看叫了一个螃蟹，加了一个虾子，加一个珍珠鸡饭，还蛮好吃，排骨啊，还有一个蒸饺。你看带这个大美女啊，跟她吃饭呢，很高兴呢、啊，好漂亮啊啊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哈哈哈哈，秀色可餐啊，美食嘛，对不对？人的一生中要有进步，一天过一要比一天好，一天吃要比一天好，要吃的有营养啊，吃的有水准。啊，尤其我们残障人士一定要多花点钱，要到服务好的地方。啊，你到外面他妈路边摊吃120、200，他妈吃个阳春面也要100了，我何必那么痛苦干什么？选择一个好地方，气氛好地方，是不是？然后吃的好一点，啊，一天花1-2千块都是对我来讲轻而易举啊。啊，但是今天是我们这位大美女请客，我们大美女过生日请我吃的啊。你看下午茶也他请，这也请，我真的很幸福啊啊！今天台北美食社长晚餐啊，这样。